接下来出场的也是入围十大的资深艺人，而且都是好姐妹。哇哦，看到了成功减重的玲玲姐，哇，穿起这件性感的绣花镂空长礼服，真的很给人哇哦的感觉。那平时哈，我们都是在 TikTok 上看金姐跳舞，觉得她很可爱，很有活力。不要忘了，她走起红毯来也是可以这么火辣辣的。那身穿呢深蓝礼服的丽珍姐，哇，今天呢是大方的秀出了这个美腿呀、啊，还有呢显得风情万种，这个手臂呢也是非常的纤细的。